不用交了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你看起来不像身体不舒服吗？不好意思，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。其实我看你这样，我就觉得特别开心。你好像一看到我就要躲，但是你越躲，我就越觉得你在乎我。你为什么要那么不安？我有那么可怕吗？还是你也忘不了那天晚上那个吻？陆向凯，请你注意一下你的口气。还有，那天只是意外，我早就忘了。也请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更不要跟希伟乱说话。向凯，我累了，明天早上还有会要开，我先上去休息。哎呀，你要去睡了。你也不要喝太多，早点上来休息。晚安。晚安。向凯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自己喝。喂，不要喝了，你醉了。有差吗？我醉了还比较开心。还不是陆希伟，他永远都是工作摆第一，我摆在最后。我跟他在一起呢，都没有恋爱中的感觉。而且，我觉得他对我一点都不热情。但是我要的真的很简单，我要的真的很简单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好，不哭了，没事了。你一定会觉得很夸张，他到现在啊，连吻都没有吻过我。你觉得这世界上会有这种情况吗？